六级护甲毒蹼有多硬？21装的小趴根本就打不动。微科的咖喱妹们稍微用了那么一点点小太阳，把自己的护甲毒蹼搞到了6级。现在21装的小趴喷他身上白字44，暴击83，毒伤3，而他呢，砍我1刀、2刀、3刀、4刀、5刀。我就没了，我就搞不明白六级甲图谱有这么硬。我拿着喷子对着他的头暴击才55，后来小巴就试了一下，21装的我拿喷子喷他的头，几枪能把他喷倒。你们猜怎么着？我喷了足足10下呀。正如咖喱所说，21装的小巴仍旧是个菜鸡。有了5阶进刀，咖喱妹妹变强了。不仅如此，大温姐姐也变强了，6阶金枪。而小花仅有的等级21装，居然还被人嘲讽了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现在还有人拿21装来刷吧？21装很了不起，每次视频开头都说这句话，照样还是打不过别人。哎，我打不过别人，关你屁事。哎，我还就说了，我小花21装了，你能咋地？